他跟火有缘，演绎了千年摇火的现代传奇。他跟你有缘，创造了古城瓷都的当代辉煌。他是天生的陶艺家，在传承中发扬了中国陶瓷文化的经典。他就是当代陶瓷艺术大师宁刚。景德镇，一个有着千年制瓷历史和传统的瓷都。时至今日，景德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中心。1963年，宁刚就出生在这个延续了千年陶瓷文化的古城。童年时，宁刚就在父亲的引领下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是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爷爷是秀才，他写一手好字。我父亲是武昌艺专毕业，他对这油画特别的这个执着，所以他从小就教我们，教我怎么去欣赏油画，苏里科夫啊，这个马克西莫夫是吧？这个列维坦是吧？这些名家是吧？列宾这些名家，这些名家代表作，我从小就很熟悉。哎，因为他经常跟我教我怎么去欣赏列维坦画风景是吧？他的阳光为什么是光源这样来？草为什么投影这样的是吧？这个草为什么这样一个趋势？这个前后关系为什么这样的，对吧？他会教我亮部颜色为什么是这个这样的，啊，红的，是吧？暗部颜色为什么它偏成绿的，是吧？他会把就是他会这个跟我分析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这油画的这种印象就特别深，概念特别深，所以我以前是一直想做一个油画家。虽然怀揣着画家梦。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宁刚并没有画油画，而是进入江西省陶瓷艺术研究所画起了陶瓷。当时他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一定要把瓷器一定要过关，学院派都受到排挤的，学院系列毕业的，但其实呢，他们用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能力，所以给我们分配任务，由他们这个老经艺人来打分，给我们打分。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21、22岁嘛，毕业。你要像傅耀生啊，这陈耀新啊，这江莲啊，这些大家都是景德镇名家，他们来给我们打分。哎，我们有7个学生分在那里嘛，然后我们画了他的打分，是吧？大家也都不希望自己打的分数最低，都在这个用心在绘画。那3年，在研究所那3年，是真正的得到了锻炼。上世纪80年代。景德镇开始举办陶瓷美术百花奖评比，甄选出每年最优秀的陶瓷作品。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陶瓷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是绣花枕头，没有过硬的艺术修养和动手能力。为了证明自己，宁刚开始为百花奖做起了准备，着手梳理传统的陶瓷彩绘艺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宁刚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陶瓷百花奖。年轻的他开始慢慢爱上陶瓷艺术。1988年，宁刚成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一名讲师。比起在研究所的日子，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进行创作。景德镇的陶瓷工厂和家庭作坊遍布全市大街小巷，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实习和创作条件。那段时间，宁刚往返于学校和陶瓷作坊之间，探索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当时我们去画的时候，这也是非常有，但是没有任何功力的，你作品一般也没人买，是吧？当时市场经济也没有说市场经济像现在还是这样子，这也是一个过渡阶段，从技法经济过渡阶段。这个像庄世茂啊，这当时都很有名的啦，作品都非常值钱的，是吧？包括我们秦院长，包括这个王锡阳老师，包括这些，他
他们作品都很有名了，这个作品都很都卖很高的价格了。我们纯粹是一种兴趣喜欢，我们作品是没人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喜欢很喜欢，所以我们那时候烧坏了很多，烧坏了再去画，画了一烧坏了烧坏了，后来就这样的，从那开始那个各地府不接受你画，到后来请你去画，到后来就是把东西挑到你陪挑到你家去请他画，请你画，是吧？我们和到后来就根本不跟他画，拒绝画，这样一个过程，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您刚开始尝试把剪纸、京剧脸谱跟陶瓷相结合，这些作品虽然借用的是民间剪纸形式和戏剧脸谱的图式，但这是在瓷器上的再现和表现，已经表现出作者的创作心思。您刚试图在陶瓷装饰和表现中开辟一条道路。现在的陶瓷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它应该是艺术的一个形式，它不仅是表现正面题材的，它表现人们的意识形态，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是吧？它跟油画是一样的，它能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样。所以它现在在这个中国最高的美术全国美展，这个陶瓷作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出现，是吧？它已经是阳春白雪，是吧？它已经进入到最高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展示，是吧？评比啊，这样的。所以它现在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它不是摆件的概念啊，它既是摆件，它也可以同样可以表现一种思想，是吧？那个表现一种揭露的东西，是吧？它可以表露揭露，它可以歌唱，可以这个喜怒哀乐，是这样的。斗彩是景德镇独创的釉下彩与釉上彩结合表现的瓷器装饰工艺。传统的斗彩，无论釉上彩还是釉下彩，都采用绘制图案的方式，形成上下统一的画面。在短暂的民艺风格之后，您刚开始尝试斗彩的创作。这一次，他选择了荷花作为自己的题材。因为当时呢，就是感觉到颜色釉它的窑变那个，然后我们跟这个看到也经常翻阅一些资料嘛，经常翻阅资料，我们感到这个颜色釉跟这个粉彩结合应该效果很好，是吧？就尝试了在颜色釉的底子上面来用粉彩进行装饰，然后就有意识的来做颜色釉，烘托它的这个背景，然后再来表现那个荷塘秋色啊这些题材，哎，那个题材做得出来以后呢，荷花和小鸟，是和露丝和这个莲藕和这个芦苇等等，把它穿插在一起，哎，特别美，然后这个所以很这个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就开始从这个方面来深入研究了。与传统斗彩不同的是，宁刚釉下彩采用了高温色釉，而且采用泼彩的方式，形成丰富多变的肌理和图底，而它的工笔画则工整、细致、清秀。在他的作品中，粗犷与细致，刚劲与飘逸，大色块与局部刻画，轻盈与厚重，透亮与深沉的多重对比，具有强大的视觉张力和独特的个性色彩，把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陶瓷作品中的色彩需要特殊的手段来调制，无论是釉上还是釉下，绘制在陶瓷上的颜料都需要进行烧制，因此陶瓷作品出窑时呈现的色彩往往与它入窑前绘制时有很大的差别。要想使用新的色彩，
往往需要进行上百次的试验。这幅映日荷花是宁刚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看过它的人无不为它明亮的色彩所感染，而背景中那抹鲜艳的颜色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宁刚红。但是随着这个摸索，随着这个实践，是吧？发现这种变化是无穷的，是吧？我当时出现一种咖啡色之后呢，我就开始出现黄调子、红调子、绿调子、蓝调子。因为我以前画油画嘛，我就非常注重调子的变化，所以出现一个一个系列出来了，是吧？然后再烧好以后，我觉得烧得很满意了，我才开始用粉彩来表现，来穿插，来点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调子是很分明的，包括粉彩，它用的这个在红橙这个红蓝绿上面的，它这个表现的色泽都是不一样的，是吧？这样就形成了我个人风格，所以就是我的宁刚的符号，是吧？所以我们市长说，在一万件作品里面。展览一眼就看到哪个是宁教授的作品。除了釉料的调制，多年的实践使得宁刚对陶瓷烧制的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在荷花系列成功之后，宁刚又开始了新的尝试。缩釉是陶瓷烧制中经常出现的缺陷，在创作中宁刚时常会遇到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可是一次旅行却让宁刚改变了看法。早上去了一次这个正是一个他们的这个梅花节，那个我最震撼的就是两颗梅花，一个是宋代梅花，一个是唐代梅花。因为唐代梅花经过1000多年，它的树干都斑斑驳驳，是吧？扭曲，但是它的花依然那么绽放，我给我很震撼。我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生命的题材，我就是利用这种工艺来表现这个，用这种残缺，是吧？过去这种缩釉啊，说了一点釉，它就是残制品嘛。像官窑里面，只要有一点黑点，就是残制品嘛。现在观念改变了嘛。现在我把这个利用这种残缺，利用这个釉和这个胚体的收缩比例不一样，来表现它的一种残缺，是吧？来表现它的一个质感的肌理，啊，那种饱经风霜的，这个经过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饱创伤的这样一个表现，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加上跟它梅花绽放的梅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缩釉所产生的肌理变化正好可以表现千年唐梅的沧桑，这个想法让宁刚激动不已。出差回来之后，他立即开始了试验和创作。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有了意外的收获。一开窑出现那么多的雪花点，正好跟这种梅花喜欢漫天雪，正好是吻合的。我说怎么会出现这么漂亮的颜色？那我就想了想，对吧？因为我所有的颜色都没改变，是吧？我就是要么是窑火上的原因，要么是这个其他什么原因。后来我想了，就是我就换了一种釉嘛，我把以前用青花釉照着这个吹在最表面，那是青花釉用完了。我就用隐形釉代替，隐形釉也是透明的，吹在最表面，结果它也这个在还原它这个窑变以后出现这么漂亮的颜色，所以我就进一步做实验，所以我就把这种雪花点去掌握了，所以这个很多工艺啊，它是偶尔出现的一些窑变，就要通过你的实验把它掌握，这个也是陶艺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宁刚采用了油画的构图方式，但是
作品精神气质上又能完全符合梅花傲雪怒放的精神，梅枝遒劲向上的力量。在梅花系列中，宁刚把绘画语言与陶瓷的材料语言和技术语言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陶瓷绘画的新语言模式。宁刚也为自己的作品命名为现代粉彩。它就是这个现代人的观点啊，现代的科学技术啊，现代的这个烧成方式，现代人的这个审美啊等等结合起来，是吧？法艺传统不同于传统，是吧？这个技法来自于传统，形式呢它是与时代同步，是吧？这个艺术要牵着传统，艺术要这个牵着现代，是吧？遥相呼应，是吧？但是呢，要法艺传，最终是要法艺传统，要不同于传统，是吧？你要学习传统，但是必须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思想，是吧？所以呢，对我们这些学院系统的人来说呢，就是说，他这个，不仅注重这个对传统的学习，还要注重对理论的提升，是吧？这个艺术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是吧？这就是我们学院派的学院教授、学院系列哈。我们不说派，说派不好。之后的日子里，宁刚又创作了和鹤系列、佛像系列，每一件新的作品都会给人们带来惊喜。他的作品也多次被当作国礼送给贵宾。在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中，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国际、工艺与艺术、继承与创新，一直是困扰陶瓷艺术家的话题，也一直是让不少人感到没有方向感的迷局。宁刚在面对这一难题时，也有自己的见解。啊，所以我们一方水土，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是吧？因为景德镇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是吧？我们法艺传统、学习传统、研究传统，然后这个作品与时代同步，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追求，陶瓷火的艺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火的艺术，窑变的，它通过窑变，是吧？它反映出一种鬼斧神工，我觉得这是最有魅力的，也是最高的艺术，我是这样认为的。陶瓷的最魅力就是，我认为就是鬼斧神工，这是它最大的魅力，不可预见，不可预测。很多人都认为宁刚是天生的陶艺家，其实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为陶瓷艺术所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他用他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当代陶艺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功成名就，宁刚依然奋斗在艺术创新的路上。他深信艺术无止境。